心淡的人就对着什么刀，哦，以前做那种讲过了嘛。嗯嗯。对不对？心淡的人就做什么刀，就对着了，对啦，地下刀。亲人心就对着你淡的人就对着什么刀，什么刀，什么刀，我没记住了。刚讲的过去了，没记住了。
所以那是精神一种本质，哦，精神一种的本质，哦，主宰，主宰就是这个。主宰就是真心，想到的重点就是要把咱的真心找倒转来，对不对？找真心倒转来啦，真心就是无心，无心在一切处，在任何处所都没有分别，通通都是平等。通通拢是慈悲，哦，是不是？无论在境界，无论在恶道，无论在善恶，他们叫做无心、无善恶之心、无分别之心、无妄想之心，所有一切心都无。啊，安尼你真心就念到天道。只要咱无你真心，自然会显露。这就是真心的本质。如果有这物件，哦，有是非有好坏，这就是真心的本质。不离空幻，有水无？嗯。有水无？嗯。华丽看是感觉拢足好个，这对咱心中有帮助无？靠帮助，帮助非常多。哦，对不对？帮助非常多呢，你莫看呢。虽然这文字你感觉讲得呢，你没做到呢，真正你是靠主宰菩萨呢。嗯。啊，你真心的很多呢，真心的本质呢，真正实现出来呢，你才能做到做到这样子。无是非，无分别，无妄想，无见证，一切遐物件，你做法你有简单无？嗯，无简单嘞。我阿你好，你做到无？都无够，我做到，我已经不难嘞。嗯，嘿嘿，但是我已经不难啦。我是咧学习嘛，我是用这个目标咧学习嘞。这个目标要烧，第二时间比你烧要作轻松。无你甲你骂，你拢欢喜，咁真正欢喜，欢喜真正欢喜。啊，你甲你骂，你嘛欢喜。因为拢骂着我这个假心嘛，你假心你唔在心地，真心你在心地。听得？他当我某在他骂时阵，我愈高兴，你愈甲我骂嘞；我愈歹的时阵，你拢甲我骂嘞。啊，对对，你讲遐呢？讲遐呢，后尾遐呢啦。啊，无我最近你倒坐了，讲我好欺负啊！哦，是安尼甲讲者啊，但是你太生气，我讲袂生气啦。但是啊，讲到无下你又太生气啦。越生气，专来气愤的是来气者哦，安尼又闹不了呢。可以啊，姐，对不对？是讲你这些道理，拢在那那提道理啊，放在心中。就着不所到的道理，要藏在你心中。哇，你骂骂时阵哦，志难上江。嗯嗯嗯。像苦海打天桥。嗯嗯。敢会苦未？嗯哼哼哼。对，这是从无谈的啦。啊，教的时阵哦，犯大忌呢，骂计真个命就对啦。嗯哼。对不对？真个没有梦想啦。无声，无青红，无青白，乌嘛，哦，无这物件啦，真个都无这物件，无是非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落在是非，啊，我唔是假，啊，我拢在修道，
时啊，较早八六十年前嘛吼，我查某某咧烧面的时阵，我讲烧面啦，哈，食啥物菜啊，食啥物烧面？我婆婆烧了，就互你欺负啦，较早我拢答应安尼，对不对？顺带你欺负我，对不对？啊，即摆你讲袂记得，是袂记得啊？你若穿个新的时阵去食面啊，我朋友就对我食，对不对？咱这里搞的，咱这里搞，对不对？你今仔赚多几钱？你莫开哦，你莫不低咧，你咩哦？你做嘢咯，它只是无简单。啊，你今仔靠我，我拢无咧饲咧哦，你用的已经干。你要相信我，你今仔赚多几钱啊？你钱拢你拢赚无莫开啊？哦，你莫安尼面装他啦，你未去现代。你一条掰啦，谢谢老公要掰啦，啊，这丑陋的嘛，稍微再来一下，啊，啊，无须你再去做老家老公，啊，对啦，伊作用咩？无须咪作用咩咧嘛？伊作用咩？伊都要变出来，在你先活着，先活着。慢慢啊来啊磨啊练，磨练出你的地位，先为不止。伊作用就是你下初期，你爱伫生活中磨练的，是不是？爱磨练的，你要磨发出你的地位呢？哦，啊，你磨出你的地位，成为一个啥？无自私呢？自私没有，分别没有，对不对？妄想没有，对不对？受气没有？所谓拢都无，是不是修咱做嘛呢？要不咱对你对你拜没有，对不对？前年对你拜没有，所有一切拢都没有，我对你拜没有，俺对你拜没有，对不对？安尼比较地位低，你先磨机，要慢慢来磨练，磨练这你的地位出来，是不是？祖师拢都没有。安尼真心就是个，修道就是安尼练出来个，当时，修道是安尼练出来个嘛，当时不出事了，我才会当搞，对不对？一个优秀的当初慢慢慢慢磨练出来个。无磨练是无有法通成火候的，这种爱磨练的，哦，这会当成火候的，哦，成为厨师，当中会没有，哦，安尼磨练就地位就逐渐落伏，成为个厨师，哦，当中没有，讲到那个时阵嘛，有简单啦，哦，嗯，就有简单啦。讲未到，做未到，对不对？做未到嘛，是咱十趴做唔到啊。十趴啊，到啊，你是十趴、三十趴，慢慢啊提升啦。嘛，要求我一届就做到个啦，对，当讲达到安尼啦。你啊，当安尼时就想到真好啦，这就是代表咱的天机福德因缘，也福报非常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好啦。对不对？非常的好啊！哦，都是众生的。我当什么呢？我当先来，我就说，是你的众生是一点，一个念头先比我当得清。哦，念头先就我当感冒重生。对呀。
两着就散，五了就变。是不是两着就五了就变？我要拢听讲啊，在少林寺是随嘛，入殿就是十声响面唱歌嘛。哦，所以咱今仔我当习住本心，建住本性。哦，我习住本心，建住本性，是不是安尼？咱若本心无当了解，无当去体会人生，无当体会人生，你去建立就是难。不能接彼如来地为真吉祥，心已渐转，愈转愈远，愈迷愈深，是不是？执着愈多，咱也不是，不是正就是有反的，咱也有执着，男人有男人的执着，女人有女人的执着。水的有水的执着，花的有花的执着，仙的有仙的执着，恶的有恶的执着，对不对？无知人无知人的执着，无知人无知人的执着，烦的有烦的执着，爱的有爱的执着。也因为你执着，就多了是，就多多的就是那个。做善的，今天就多多的。万一出来什么什么，两头是气。无法当干嘛出现，对不对？所以佛则教导，甚至不能教导咱人生真相，真相就是真心本性，真相就是本真的。甚至真相本来就是清净的，甚至真相本来就是清净的嘛。咱那个真心本性，咱是无量的，本来就是清净的嘛。所以呢，真心就是本性的，本性就是不生不灭，不垢。不生就是无生于世间，那么咱就免过来变。有生于世间，世间所有一切的比较，生于世间一定好变。这是生灭的规定。你们不生于世间，如阿罗汉以上的人，阿罗汉伊无生于世间，伊就免来变。菩萨伊无生于世间，伊就免过来变；佛伊无生于世间，伊就免过来变。安尼叫做不生不灭，是你讲讲咱人的本性。人之不生，是。圆满的，人的本性是圆满具足的，伊无生于世间，所以圆满，对不对？
是不是？咱人的本性是不是圆满具足？嗯。是不是圆满？含诸事都拢圆满啊！阿罗汉，伊唔免独立，伊无在六道中间轮回，不是六道多啦，菩萨嘛无，佛嘛无，安尼叫做圆满，伊去回归到圆满性。人之本性本来就是清净的，人之本性本来就是清净的。人之本性本来就是清净的，是一点不了的，本性就是清净的。我因为外在环境的物料，你产生了恶恶见。人之本性到底是化灾，到底是污染？污染就是本性。有污染是你妄心，你色心在产生了污染。诸多天都会修想，触物你离不了，好不好？人的心里触物你离不了。哦，人的现在是物你。颠管伊袂去污染，如同着做大生意遮，你看，土地不无求，物件又不来，本来是无依本，何处惹尘埃？土地自身是至高无上之种个觉性，至高无上之种个觉性，也不所亲近个之种。空性的真理叫做是菩提。你看咧，入座几句啊话咧哦，足足可能心就不破产咧。嗯，对不对？嗯。空性的真理是没有形象，没有形象。不可用言说去甲表达，不可用言说去甲形容，甚至嘛无当去做琢磨啦。本无树，本来就无树的色相，好嘛？本无树就是何地出现一个树的色相？无树的色相，啊。所以无树的色相，伊就无污染，无污染叫做是清净，无堕无净叫做是清净。物件的归来，什么叫做物件？过去的祖师大德就将物件来形容咱人的真心，真心包无形无相。既然是无形无相，所以才讲啥？无有一个大的形象，形象也归大，无一个大的形象。真心大无？这个真心啊，一定真心的话，就一个形象，有一个形象就了着真爱，了着真爱就产生过程。无形真心就是无形的物件，伊无一个台，无一个刀啊，啥无迄个台，没有台，是色相，本来就是无一分。哦，菩提不真心，本来就是无一分。到物件，伊都无形相，无形无相，物件老大，无真。弄错了，啊！你刚刚无的话，何处惹尘埃？哪来有迄个处所来惹着尘埃？所以咧，即句话要做即句话，也就是你形容咱人的自性，本来就是清净的，本来就是圆满。